地板给球，博伊做一个假动作，这第二拍出手把握住。国王队的 Washburn 一样，他们都可以投，但不会投到非常多。没错，哎呦，铁米这场比赛感觉上跟企图心前场，博智外围出手，打到前框，篮底下争抢，铁米摆进。队友去做出手以后，你冲抢拿到篮板的机会就比较大了。打到前框。现在放两只大的，这个速度可以推快啊！铁米一个反手上篮，球转进去了。凡斯传球受到干扰，那铁米把球救回来。铁米中距离跳投，这一次稳稳命中。哇，铁米已经整个特色发挥得更出明显。面对 Arpino 这边，外交给张博文。铁米篮下第二次的假动作，球爬进去。比较属于这种烂仗的打法，人数带一点点的横移哦。四秒钟，赶快抓出手了，铁米！铁米这球更难了，是说他可以用他的破坏力替本土创造出机会。博伊的外线出手完全投偏，在篮底下，铁米补进。对，那你投得进他才会出来。铁米硬上买到犯规一样。篮板转换攻击，全部人跑起来啊！AB 带步受到了铁米封阻，又是一个转换的机会。投在前面的是张杰伟，这一球硬上被篮筐盖了火锅。第二波再补的是铁米，要站上罚球线的禁区抢攻啊！助攻失误之间要怎么拿捏啊？那这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好球啊！哇，铁米今天打得有里有外哎！还有在场上的那个领袖气息啊，对，那可能不是一个菜鸟球员有办法去弥补的，一定的杀伤力啊，不会单纯的怕对手打快。铁米来一个转身球弹进篮筐，来看一下铁米，发现自己转一转没人对上来，这一球辛巴没拿稳，铁米的中距离抛投，手太犹豫了。铁米篮下有错位的机会，高国豪赔上犯规，这是一个 N1 就会绕出去，或者是要球的那个强势左右 crossover， 铁米今天完全打开了。铁米真的还蛮迷的，昨天只攻下一分，那今天是大爆发的演出，目前为止已经攻下34分。